今天要去审车，今天休息嘛，回来去县城把车审了。这个车子已经第八年了，这是第二次上检测线，平时开起来车况还可以啊，故障灯都没有亮过。这个前杠这里啊，有点掉漆，然后这些有些破损，还有这边，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影响，还有这边也破了。这个是在高速上面撞到一个鸟，那个鸟飞过来避让不及就撞到了。还有我这边装了一个拖车钩，这个拖车杠不知道影不影响审车，等一下去试一下吧。哇，这么齐！不要模仿哦，我冲我是有把握的。车子洗干净了，我们去县城审车，有35公里，希望今天审车顺利。还要干嘛呢？这不然还要回来接人呢。对，等一下还要回来接小孩。小孩如果早的话，我们给他们去永辉买半只烤鸭嘛，然后我顺便去补个眉嘛。现在我们已经上高速了，再过10多分钟就到县城。13块。刚刚开进去，去那个拍照区啊，我这个前杠过不了。他说刚好拍照的时候，这边拍这样45度，然后我这里破了，然后有黑色的，他说要我出去用手喷漆喷一下。这应该没问题了，再去试试。这种线上检测啊，必须要这个三角牌，还有这个灭火器。这个灭火器过期了还不行啊。刚才他帮我查了一下，这是绿色的，可以的，没有过期。今天还好，车子不是很多。这前面刚才过了啊，就随便喷了一下，油漆都没干。现在检我的车子了，这个应该是测刹车的，尾气在那边已经测过了。这前面还有一个灯光测试，我已经接到车子了，就亮了一个 ABS 的这个灯，不过这个跑一下就会消掉。刚才去审的时候，拍照区那边他问了好几个人说这个能不能过，然后他这样看了一下吧，就这样看下去啊，没有超过这个车身，然后就通过了。现在在等那个行驶证，行驶证在那边打印，还没弄好，可能半个小时吧。刚才交费总共花了320块钱，今天检测还是挺顺利的，一次性就过了。刚才有一辆车，还是一辆应该是连线不是很远的车子啊，测灯光没有通过，然后又去下面修理厂维修了一下灯光，然后再去才通过了。现在去接小凤，然后把小凤接到就回家又接孩子，明天又要去腾水上班了。Hello。 嗨，我不想打开。放糊涂呗。我给他们买了烤鸭面包。吃高包面包，我吃饭的，我吃的快餐在那里。我还不是吃了的，但是那面包有点好吃啊。刚刚亮亮给我打电话叫去接二弟三嘛，我们去那边学校。看我那个眉毛怎么样，像不像两个毛毛虫？人家你那没看出来啊？我没注意。明明那阵注意到了呀。明明人家明显了，你还没注意。啊，才能那个。我不要，等你拿上面吃，听起来。我不是，你快吃噻。我们是吃饭的呢。钓得飞，那就钓到鱼不？水里你都看到，你钓到鱼个屁屁完？也是一个船在里面过划的感觉的，好浪漫的。那天的时候买个充气船，我们弄在那儿把气儿充起来，还是划吧。他划了，到时候上不了岸哈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等一下要回家接小孩了。
马上3点钟。拜拜。